阿登。哎呦，我这个人类的，人类的控制好像是在20左右。不都可以带毁灭了吗？听到了声音，小黑妹的。哦，心跳了。什么李奶奶？妈了个丁儿，李奶奶！哦，我没有看看吧。没事，我也刚进翻船加速。这个心跳确实就知道屠夫追了，然后也没什么，没什么影响吗？哦呦，那我把你拆掉了，你走了，拜拜，兄弟。你奶奶是秒船啊，他线分烂了。里面没了吧？哎，技能减一，奥修。哎，松手 QTE， 我操！这个心跳并不能判断距离。只能知道屠夫的心跳来了。怎么判断屠夫从哪里来？用眼睛判断。哎，我看看我能不能把它摸起来。哦，李奶奶加强了，因为李奶奶那个符要手动拆了。对，拿起来了，要蹲过去。我要触发两个技能，我要救个人才能触发两个技能。这种技能碰到幻神第一个被追的时候特别傻逼难受。我们来看看李奶奶的符等下怎么拆吧。还在手呀、啊、哎呀哎呀，被人救了。其实这边好像有个符吧，没有吗？心脏说明屠夫来了。对，这个是可以关的，你自己设置。用音箱玩游戏的人可以开起来。我想救他一次啊！我不救他，我好像我技能减二呀。完事，这个屌毛手三连的话，你还特别难受啊！完了，已经队友蹲过去救了。他针对了，李奶奶一看就要针对了。我这，然后拆一下他的图腾，啪啪。哎，正门修开了一台，还在蹲。我自己都守三连了。啊，是是是，我守我守。守三连，守三连，我是说确认一下是不是在守三连。我想救个人，但是我都没机会救。
这种东西你不要追求它的极限速度，你就带个正常带个图腾就行了，懂了吗？他们自己来，我不想看到。找一下他的符吧，拆个符。好，来了来了来了，符来了符来了。我看看怎么拆的。抹平。哦，好了，抹平了。哎呦，这不是台阶，我眼花啊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高进度的，完了，吃刀了就。这边是小地下室吗？不是啊，还有一台阶。哎呦，我都没看到你来了，把大凡的全给他踩了。嗯，这台机怎么没了。在楼上啊，帆船加速中了帆，我感觉这货有一刀杀、啊。完了，你这个图能搞的，我妈怎么搞啊？完了呀，他要倒了。踩一个，快快快，帮他们踩一个！哎 ，Hello， 又是我 ，Hello，Hello。Hello,
得像。哎，这两个屌毛怎么走了？嗯，我怎么听到地窖的声音呢？忘恩负义这俩小子。他有吞噬希望了，但他吞噬希望都不知道在哪儿。